早啊，各位女神们，节日快乐，半个亮亮就去上班啦，黑白 OTD。 听说今天下午内地都会放假，好羡慕啊。同事突然夸我，给我整害羞了。谢谢我。嗯，这个是我今年收的最高级的利息风爱马仕。哇，同事送给仔仔的恐龙挂饰。哇，大姐，哇，好靓哦。随便吃点东西垫垫肚子，因为等会有好东西吃。赶快做完手头上的工作。今天午饭在办公室吃，吃的是盆菜，满满一盆料，好足啊！准时收工啦，时间还早，打算去运动一下。我一般都是去健身房或者打网球，再忙也不能忘记运动哦。大家就有饭吃，请干。晚上跟仔仔的亲子时间，仔仔好棒，拜拜啦。